店里的陈列乱成一锅粥了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怎么教都教不会。大姐，你可来了，快点救救我吧！你快点看看这些衣服，快点，你看看，这是啥呀？现在外套正卖呢，你把那么薄的放在这儿，顾客一看就吓跑了。把那个厚的全都放在最重要的地方。哎呦，这么多新款，你藏上边干啥？实在挂不开了，大姐。挂不开呀，陈列好，什么都能挂开。这个风格的裙子拿过去，风格裙子配套的衬衣放一起。姐，你看这衣服这么花，往哪放呀？这个花衣服把整个架子都给毁了。这种叫做高低价，同款多色的衣服都挂它。这时候我们以卖颜色为主了。当顾客拿起来，耶，大姐，这个衣服配什么呀？后面我们顺手拿过来一件和这边能配的下衣，我们来可以这样给顾客搭起来一套，是不是省时又省力？旁边放一个模特。这个模特是想表达同款衬衣同款裙子这种风格和色彩比较统一的，这时候我们应该按照面料给它稍微区分一点。你看前面是这种西装面料，后面是这种毛质面料，再往后边就是这种双面羊绒大衣。开始搞模特陈列前，陈列后，像风吹过八千里，有人和人曾爱过你，可是潮汐干涸在有情人的海底，那最潮湿的衣，写过这最伤人。